侧面做一次哈，一、二、对。欢迎来到小白公主道，今天我是 Z 教练 ，OK， JED 名字。今天我要教 migrate 的转向 ，OK。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教 migrate 转去 migrate 啊。OK， 首先我先做一个 migrate， 第一个 one， OK， 停着 ，OK， 然后我们转去 migrate， 转膝盖转哦，再踢 do， OK， 我们首先先再讲多一次先哦 ，OK， 先 migrate 踢正的，然后再转去斜的 migrate 侧踢 踢 ，OK， 然后再收，这个是第一个 ，OK， 现在我们做第二个往内转的 ，OK。首先我们又在踢了一个 migrate， 这个刚才是往外，现在我们膝盖往内，然后再踢 OK， 然后再放回去 OK， 我再做多一次哦 OK， migrate， 然后再往内，膝盖往内再踢了一次 OK， 正面我就展示到这边 OK， 现在我先做第一个转去 migrate， 转膝盖转外的侧面做一次哦，一二OK， so 我快动作做了一次 ，one two， OK， so 现在我要做一次往内的 ，OK， 往内的往内转啊 ，OK， 慢动作一、二往内的 ，OK， 快的动作做一次 ，one and two，OK，、okay, 希望今天的小白公主对你们有帮助，喜欢的订阅，然后按 like， 然后有问题的留言 comment， 我们会看的。OK， 拜拜。